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加森小表 Jacky。今天我要做这个 video 呢，是这个 Bosch 的牌子。OK， 这 Bosch 的牌子呢，如果你是住家用的话，是非常非常非常适合的。OK，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它的东西，它括是这个，它可以讲是一个 rubber 括样子，26070195056。OK，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它里面是这样子，一个 Bosch 里面全部都是这样子。OK。所以如果你住家用的话，不管是桌子、椅子还是什么东西啊，挂上那些照片啊什么啊，一定会用到东西。这个住家一定会用到啊。OK， 所以它是里面有给这个，它给这个 T10、T20、T25、T40 的 Allen key 这一套，它是粘着的。OK， 然后它给你这个 screwdriver， 有大中小样子，还有花头。然后这个 screwdriver 那个 diff 一套了 ，OK， 啊，这全部都是 Bosch 的东西啊，全部这个牌子 Bosch 的东西来的 ，OK。然后 socket 呢，它是有这个最小的，最小这个是5个 mm， 然后到最大的13个 mm， 最大是13个 mm 啊 ，OK。然后呢，还有给那个 torchlight， 它是用的 triple A 电池，然后它是 LED。然后还有这个 Allen key 1234，和 Allen key 1234，一套样子有四个 Allen key， 所以就讲摸桌子椅子全部东西都可以用到。OK， 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 spanner， 它是一个 screwdriver 的，这样子是死的。如果你要把它变成那个 rigid 样子，都可以按这个 lock 按去推上去，这个就等于是 rigid， 听到？所以双型很方便，这个 OK。如果你要松螺丝的话，你要把这个 lock 按下去推下去，它就变成一个松了，松的 function 了 OK。如果你用完了这个 function 你不要的话，你要不用普通的 screwdriver， 你推去中间，推中间它是完全不会动了的，它是没有 function 了，它就是变成一个普通的 screwdriver。如果老板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 PM 我们加深自己啊 OK。所以不管是这一样东西还是其他的 spec 的东西，都可以 PM 我们Jason这里。这是 Bosch 的牌子来的，这个是 Bosch 的牌子来的，一套都是一个 pouch 里面，就收起来很方便，就这样子收起来而已，简单美，不用烦乱乱放了你。OK，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 PM 我们Jason这里，谢谢大家。